开心能办这个活动，因为其实这十年来我们都一直在做志工的活动，那而且尤其是偏乡地区，我们花很多时间。那其实我14年前进到这个寿险业，那也很感谢，其实很感谢南庄乡，因为其实南庄乡其实几乎啦，几乎哈，当初我年轻的时候进到这里，他们给我这个机会，就是说让我在这个行业能生存下来。那我也希望在这十几年后的今天，我开始有能力帮偏乡地区争取一些资源。那我也希望能把富邦所有的资源，未来都用在每一个偏乡的地方，每一个小朋友身上。因为其实在这几年，我看到其实在台湾里面表现最好的是原住民的部落。像现在的亚运，对不对？其实很多运动选手可以在国际上拿到很好的名次，其实都是我们原住民的小朋友。而且不只是这样，其实在整个偏乡的地区的小朋友，其实在未来在社会上面，其实他们都很用心在他们的学业上面拿到很好的成绩。所以我相信原住民的小朋友是很有发展潜力的，大家说对不对？对，对不对？对，好不好？那我希望跟各位一起携手向前，一手前进，然后回馈每一个偏乡地区。那我们今天会很用心帮各位粉刷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你累了哈，等下到后面领饮料跟饼干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大家了。那这个主场是属于大家，大家一起加油，谢谢大家。